不要笑，时尚是可以笑的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范，我是黑人。我们今天要玩时尚心脏病，只有一到六个时尚，一到七吧。对，然后呢，输的要回答。Round one， 一、二、三。你手这样的话会赖皮。四，你要说吗？赢的人可以指导输的人最 high fashion 的 pose。很可怕的处罚。Fashion 呢，只要有距离感，明明后面没墙。感觉后面要有靠着墙的那种，你要假装后面有墙，然后这样啊，表情要很时尚，不要笑，时尚是可以笑的吗？好，微笑，微笑死定了。配合度很低的选手怎么办？有没有罚球 ？Round two， 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哎，好啦，快点，曾经偷用过对方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题问的太好了，都是他偷用我的东西，指甲油，偷穿我高跟鞋，偷穿我演唱会的衣服。有时候我夜间的时候会怀疑。Round three， 二三，哎，你这差点，裁判，黑人输，你摸着你的良心，来一张。最受不了对方的一件事情，这题应该是我抽才对啊，怎么就是你抽呢？我完全没有任何让人受不了的地方。最受不了他在家不穿高跟鞋给我看。没有人在家穿高跟鞋，我希望你不要。我明年的生日礼物就是希望你整天穿着高跟鞋啊。你就 keep dreaming， OK？ 这就是梦想家。对，可以提到梦想。哎，印制入，你们可以制入台北时装周，我可以不可以 ？Taipei Fashion Week， 10月4号到10月13，松山文化园区世贸三馆。你们没看过 L 杂志吗？还来得及，随便去 Seven 翻一翻吧。不行，要买要买。Dreamer。